看起来不像是一个需要相亲的人。你看起来也不像是一个需要相亲的人。我失败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这位是不要回房啊？什么毛病啊？嘘，周启文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不要再假装不经意的遇到我了。对不起啊，是我约的，跟他没关系。你闭嘴啊！你是不是有点太较真儿了呀？那我自己不结婚有没有问题啊？我让客户结婚不行吗？你们那个大数据我看了，搞到我手机都比你厉害。你要给我介绍对象吗？这个夏天很美好，你恰好在场，他如约而至。开门，就是要看到最真实。哦，就是要花时间和你相处。我知道你的个性，才能帮你找到合适的人。我对你有一点动心。刘大哥，你这么会修理东西啊，可惜你不会修理男人。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点迟疑，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，难以抗拒。我冲动，这不是爱情。人最怕就是动了心。别害怕。